这是我前几天跟阿峰阿凯出来拉地笼的鱼货啊，吃不完冻在这边，这个一盒一盒冻起来，准备阿凯带回去给他老婆吃了哈。今天我们偷偷帮他拿出来打窝，不知道阿凯会不会生气啊？来，我们打窝吧。来，这个底槽坑哈，来八爪鱼，进去。哇，五六只黑鲷，来进去。好，我们回去吧，过两三天过来把它盘了。过了几天，来了，成交了。哇，今天这个水呢，到了正月十七了才露出来。这个敲底槽啊，我现在马上开盘。好了，今天我们已经到了这个水坑，这个水坑你看水平面非常低哈，马上就要涨潮了，我们马上开盘吧，好不？盘吧。第一只就，哇，漂亮的，这个珍珠斑哈，来，哎，包公，哇，这里还有一只，哇，乌头，哇，漂亮，哇，这，哇，又一只蛤蟆，哇，血盆大口，这只蛤蟆很漂亮啊，五六斤，来，哇，黑鲷。来，这，哇，乌头，又一只乌头啊！来，进去。哎，哎呦呦，什么？哇，八爪，漂亮！哇，又七十头了。这头小一点，这头也没有一斤这样的哈。来，收了。来，这里搁浅了。这什么石斑？哦，漂亮，土贵啊！哦，这是哇，这条鱼是啥？哦，鲟啊，飞啊！哇哇，咬我！哎，哇，这条先抓，一条。哎呦，这，哇，自己窜出来，漂亮！老婆鱼啊，专门给老婆吃的鱼，叫老婆鱼。哇，黑鲷，这个三四两，来收了。哎，这是，哇，哎，哇、哦，小心点啊，这个鲟咬得很痛啊，真的。哦，多啊哈，鲟母的哈，哇，漂亮，没高，还没长高，收了，这应该有个六七两吧，这一斤现在一斤要200块钱。哎呦，这里还有一只，哇、哦，好，开封的包公啊，来，阿文，开封的，哇哈，这只乌头，这只乌头小一点，一斤左右，来，哇，这里，哇，又一只蛤蟆鱼，哇、哦，这是两公斤啊，哇，怕死掉，这种鱼一到岸边了，浮力就不行了，还有一点浮度，你看，这还会游啊。漂亮，收了。哎，哇，鲈鱼啊，漂亮，这一斤多哈，有没有两斤不知道。哎，这里有只，哦，窜出来，不要跑，哇，来了，珍珠斑，一斤，这一斤要40块。你看见吗？咬我！哦，不要把我咬了！哦，阿伯帮忙一下，我这个手不行，快点！哇，石头蟹！哎，好，可以了，倒喘乾坤哈，抓到了！哎，哇，来了！哇，八爪，从哪里爬都来了。从那边一直往这边爬，你看，它一直往这边爬，哇，很漂亮，哇，漂亮，石头蟹的这么多个，你看漂亮吧？这个头像盘头一样，
漂亮啊，还有十刀细到里面，来进去。啊，摸差不多了，回家了。阿旺回去，阿旺。今天油还是不错啊。这里啊，今天风浪很小，可以直接上船。老板，卖鱼的，现在八爪一斤多少钱？五十。还有一八爪呢，我们的。哇，还是活的。哎，对了，还卖鱼呢，二十。哇，这两只还卖鱼十几斤，还会动啊。140。然后这个红青鲟呢？两百，不能多算的。不能就200的。阿生，这个杂鱼一起算，算40给你就好了。好好，全部抓起来，算40给你。住270，这我给你算算多少钱哈？294加315。1487，我算1490给你哈。啊，好，谢谢老板啊。好，过去了。好，谢谢老板，我们回去了。下次有了再拿过来哈。好好。那么我们今天一货一共卖了1490块钱，等一下我们回去货嘛哈。可以。然后今天总体来说还是不错了。喜欢阿生侃侃的，加个关注，点个赞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生。这个水灯是因为浙江的一个漂亮女老师包的坑哈。我们今天特意带了两只黄丹鱼，一只黄瓜鱼去打窝，千万不要让它失望哈。我们现在打窝吧。打窝，黄瓜鱼200块钱，黄丹鱼200、600。好了，我们过山这边过来盘刀，先把家伙传给家里。几天后。登岛了，我们登上这个美丽的狮雷岛，这边风景非常好啊，对面都是台湾海峡，就是台湾海峡了。Hab die Welt verflucht, in den Wind gespuckt und salziges Wasser geschluckt. Als wir den Anker warfen, war es himmlische Ruhe. Aber Hanna!老师赚到了，哇，还有，家人们带你们看一下那个阿生呢，在下面抽水坑，然后带你们看一下我们这边的风景吧。我现在在山顶上哈，他在那个坑里面啊，在抽水坑，今天给你们看一下我们家的风景吧。哇，海景啊，非常非常的漂亮的哈，你们可以看一看哈。现在抽的差不多了，你看都干了，来抓鱼。哇！
第一只就红骨了，哇哈，包骨，哇哈，包骨，一斤多。赶紧拔出，哇，这么大石头，我找一个一斤半，漂亮。啊，土哥，小土哥啊，哇，小黑条这么小了，人家翻身了。哇，乌头，一斤半，一斤，来带，哇，躲在这里面。哇，这只太大了吧！这个起码有个七八斤吧，七八斤不止吧？发财了！哎，哇哈，龙胆，漂亮，一斤哈。鱼都是躲在这里面。哇，又一只，两兄弟啊！哇，很冷，水很冰啊！这下还没摸，哇，都是小小的，你看，都这么小了，等一下一起放生啊！哎，啊，这条可以，这条半斤，我们等一下带回去啊！哇，又一只龙胆。三只，哇，这，哦，哇，真贵，半斤左右哈，漂亮。黄瓜鱼跟黄带鱼打窝的，效果不错啊。哎，哇，我不要，哇，躲在肚里面，珍珠斑，来。这里，哇，龙胆又一只，漂亮，七八两。这边找过了，去上面看一下。啊，这个水缸很复杂，哇，这里我看见鱼了，珍珠斑一只，搁浅了。哎，这里还有，哇。又是珍珠吧，来进去。哎，上面找一下。哦，这里还有，哎，这里什么鱼啊？哇，这么大！哇，哇，这什么？哇，会咬人！狗鲨这么大了，有三四斤啊！他们发财了。发财了。来，进去。还有只黑雕。哇，雕哥，一斤半哈。来，再找一下。这里。哇哈，我以为是石头，你看红色的，原来是八爪。哇，这个八爪漂亮吧，蜘蛛网一样。哎，这里还有一只。哎。可能父子俩哈，出来被阿生一锅端了。来，再找一下还有没有啊？再摸一遍。我们要仔细，哎呀，你看，这是我们前几天打过的这个剩下骨头很臭。对呀，臭逼逼，一个手。啊，差不多我们摸了三四遍了哈。你看，再加那个美女老师啊，你看这两只都可以值1000块钱了，赚花了。还有这个正贵哈，一斤300-400了。还有石斑3-4只啊，红骨，乌头很多，还有八爪3-4只。估计这个鱼货可以值2000-3000吧，2000多吧哈。阿波，哎，来，我们回去。啊，这别人的东西啊。来，回去了阿波，小心点。
哇，这个路很难走。我操！哇，今天那个美女老师撞翻了，这么大一桶，提都提不动啊！生，跟阿峰两个，来，我们这两只小奶雕哈，帮那个浙江的女教师，啊，去放生一下，她还没结婚啊，祝她早日找到她心目中的白马王子，去吧。这就是爱，这就是。好了，我们今天鱼货赚的差不多了，估计这个鱼货可以买那个两千多一点啊，那个美女老师应该赚到了。这样我们视频就拍到这里了，喜欢阿生赶海的加个关注，点个赞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拜拜。